手，可是这感情无法再回头。我始终在你的回忆里停留，为什么你拒绝了我的挽留？你知道为什么现在的男人不敢对女人好了吗？因为啊，他掏心掏肺的对女人，换来的呢不是一生的知己，而是一生的教训。其实呀，对于一个男人来说，难过的并不是结局不够好，而是他们真心真意的付出，到最后换来的却是冷漠无情。悄悄问圣僧，女儿美不美？女儿美不美？如果心酸藏不住，那就假装很幸福。